貌跟安静跟秩序，所以待会要不要认真看？要。那看完之后要不要做到？要。要。那你希望你们爱读书之外呢，该有的礼貌也都要做到，那这边呢就会变成小朋友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读书的快乐天堂。好，那社长也不占用你们的时间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欢迎我们的两位大哥哥大姐姐。